歌手品冠跨行拍电视剧，梳着复古头的他，这次要挑战的可是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。第一次约会，请他吃的汉堡就是那种一份99块的那种，对，而且那而且我钱那钱还是中发对，是票中发票中奖，中到200块还请他吃饭的这样子。对，而且跟前女友分手也是很机车这样子，然后假装很深情要跟他讲分手，结果最后一句话是哎像破梗了哈，还是不要讲好了。最后一句话想说哎。我们今天可以各付各的吗？这次接野八点档让品冠压力很大，除了角色剧挑战性是主因外，最重要的还有亲热戏。好像还蛮多，有床戏啊、吻戏啊什么之类的。对对对，我也是因为有些戏我才接演的了。我个人觉得啦，我觉得有的时候个性上在外表太压抑的人，很可能就是越在某方面越。所以我觉得，谢谢你，我非常期待这场戏。没有，我是以戏来讲，以角色来讲，是要敬业，对不对？平常给人温和的品冠，究竟床戏演得如何，就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搜狐娱乐播报，台北报道。